我的鼓励三万多个推动本土语言的概念模式团体，高级部从民国1997年派的表彰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，夺得10年的金杯举办颁奖典礼。今年行业组的得奖者由改变看个世界变教材本国小组的一种，同时促进国际学校文化交流的起水线。老高雄闽南国中的先生钟树珍，还有云林仑北东兴国小的先生廖伟新，对团体奖的部分，还有财团方面报道客家广播电台那多。直接去到头都废弃，靠发展来建模拟效果。持续先头国小，下期太空了的微缩，自家编教材可以开发的扩强。连接效果西班牙法，还给他摆起牡蛎丝丝，主南为主了的微缩，推荐客家语言的文化交流。客家语言要先去台中媒体，啊，台中媒体有客家的声音嘛，就将较有公信力啦。啊，他家是谈好多客家，一个。系属于国家嘅语言之一，啊，大家就会来学。我被普渡会去语言留学当研究，到南普嘅课中，例如语言传承问题。高雄市立闽南国中嘅团建教师钟淑英，10多年前就发现学生唔系来学客家文化，所以用新方法嘅教学方式来代替学生嘅兴趣。每场讲阿林平常都讲咧，哦。很正式，规嘿，搞讲哎呀，伊们用法咯，无我都直接跟人讲，就像平常跟人讲，来啊，我们来做戏出，今天要做戏说戏，吼，戏本人强，阿人都这样讲，阿唔晓得讲惊啊，讲怕，人讲既然要跟人讲，当场跟人讲，也客话样讲，阿都怪准了。云林仑北东兴国小教师廖伟新，三万头做旧安卡的客话传承，佮开发旧安卡教材的手机 App。另外，到团体中的部分，平时认为报道客家广播电台23年来做海内外客家乡亲之间联络的平台，三万多组客家语言传承得到肯定。客家新闻康社李伟辉特别报道。